可见他权力多大。当然马来西亚没有，马来西亚最高的是宪法，但是宪法也是由国会或者州会来制定的。那么在那个最高的场合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控制。而这最高权威，比如说哇，这议长如果议长没有根据议会常规怎么办？如果议长做出不符合议会常规情况怎么样？其实呢，在那个议会常规啊，刚才石老师给大家看的议会常规有条文，任何人对议长的权势有异议的话呢，是可以通过另外议案来检讨议长的决定的，那个是允许的。所以并不会发生说议长的权力大到无法无天，议长也没有办法做到无法无天这个地步。然后我们可惜的，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我们过去呢，我们社会呢都看权力，谁在有执政权而行政权，我们就往那行政权看，所以没有人看议长。直到最近的情况，我们才发觉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角色可以扮演。原来在议长里面能够让我们三权分立，要制衡，原来议长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我们看到比利州这样的状况，其实我刚才讲的，如果不是因为在雪兰莪州明年的议席降多的话呢，我们不能够打包单，我们雪州不会发生像这个比利州。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说，未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议长在理论上是三权分立，其中一个政府，我们就三政府分成三个部分，三个局。这个立法局怎样确保这个立法局有这样的权威？刚才西方的尊敬也是我的尊敬。议长呢，在马来西亚的制度之下呢，是无柄司令。我们是司令，高高在上，什么场合在争，我们根据国家的礼仪的那个排法的话呢，首相之后大法官就是在议长。然后在州来说呢，任何的官方仪式来说呢，州务大臣下来就是议长，任何场合都是这样，因为议长是代表了整个议会。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因为过去呢，我们行政局太强，行政局太强的时候呢，就没有把议长放在眼里，所以呢，甚至呢，我们的议会的行政议长以下的所有职员呢，都是由州秘书管，州秘书就是跟州大臣报告，所以变成了议长是无柄司令。那这个情况怎样改变过来？因为你无柄司令会发生这样比利州这样，议长跟部州议会秘书发通告，州议会秘书发通告，州议会秘书还可以胆敢在报纸上发文告说议长不合法，以下犯上。但是这个是事实，在我们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州属都可能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样情况？包括了警方可以进议会。当然我斯拉库曼还在我后面，真正第一个呢被警方从议会拉出去的是我本身。不过我比他好一点，来拉我们是州总警长，那时我是反对党，他就要请州总警长来拉我，所以他给我的待遇是好过斯拉库曼。Masa itu saya pemakan yang datang ketua polis negeri, jadi dia memberi penghormatan lebih kepada saya sedikit. Berarti polis takut pemakan, dia tak takut speaker, dia takut pemakan. Lepas sekarang cuba cuma nak cuba ini. Kita ada ini ada keadaan. Ini adalah sebuah perusahaan yang berada di dalam perusahaan. Kita hanya di dalam perusahaan. Kita hanya di dalam perusahaan.每个人开会时候的话，除了议会没有人参与，多么可怜的状况！侯门深似海，就是这样的状况。没有人知道原来议长是这样寂寞的，所以议会也没有真的操作。我们有在英国制度里面，我们抄了很多美国制度在里面，我们有很多议会以下的委员会，而成立临时委员会来监督政府。这一些呢，过去呢都已经瘫痪。因为在国政时代呢，这个议会本身只是
行政局的橡皮章而已。因此在我们水州来说，我们一开始换了政府之后呢，我们相对上呢比其他州属呢更注重议会的改革，要提升议会的地位，要恢复议会原本的功能跟它的角色尽量地位。因此我们就最近一年来，我们就能够做到的，让大家看我们修改了议会的常规之外，我们还成立了，真正成立的监督政府部门的委员会，包括了最近调查那个 K 多佑的那个听证会，那个有关于特别人权消费，然后最近又在成立了三个监督地方政府、监督县署以及土地局，还有监督我们的法定机构以及政府的关联公司的这个委员会来监督这回。那么这是其实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议会的行政权把它拿出来，行政权要归还给议长，要不然整个州议会议长只有他那个角落，就是那个议长办事处里，议长办事处以外的都是就是议会秘书所管理所统治，议会秘书又向州秘书报告，所以议长呢只能坐在他的小角落。那么这应该呢，这个要把它还给他。那么这个是要通过我们立法来做。然后我查过了，研究过的，在美国啊，不在美国，在英国，在加拿大、纽西兰、澳洲都有这样的法律。那么我应该朝这个方向。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挽救了，比利州的情况看起来也不乐观。但是重要的是，在现有的明年的州属，应该做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彻底的把这个制度整顿过来，恢复立法议会的原本的地位，恢复它的尊严。要把议长当成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职位而已。如果我们只是说因为政权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场斗争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我们最多就是把它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操作方式，把议长当成可有可无的人，但若是没有行政议员做，就给他做议长吧。I just say that even in the state of our PR state, we should not treat the position of speaker as if this is a place for someone who cannot make himself into the expo. This is a prestigious place.Positions, so we have to safeguard it. It is our dut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meaningful speakership and we have a meaningful three branches level. This is what we need.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 is not for display, it is for us to practice it. I hope that our next government能够在这方面呢采取更开创性的步伐，我们领先，做给人家看。我们是的确不是在反对党说我们讲三权分立，不是在讲在反对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议会里面要监督政府，恢复我们监督政府的这个权利。当我们执政的时候呢，我们要彻底改变的就是这个。我认为50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看回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他不可能看当时你们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你们当时招商招了多少钱，他回看看回去当时你们监管了政府之后，你们在整个制度上做了什么贡献，你们为这个国家长远的制度做下了什么样的功夫。我相信50年后历史给我们的评价就是在这里，我们在政治上做出了什么改革。Dari hari ini, apabila anak cucu kita lihat pada hari ini, soalan yang akan dibentang, soalan yang akan ditanya oleh mereka bukan berapakah, apakah pencapaian kita dalam ekonomi, yang akan ditanya adalah apakah perubahan yang kita bawa kepada sistem kerajaan yang sedia ada. Sebab itu kalau kita mementingkan rekod sejarah, kalau kita mementingkan kedudukan sejarah kita,
yang kita harus mulakan, yang harus kita laksanakan, yang harus kita usahakan hari ini adalah merubahkan kepada sistem kerajaan yang sedia ada, iaitu memulihkan kedudukan dan kuasa Dewan dan Negeri tempat ini. Itulah adalah usaha yang terang.我想我刚才讲的顺序已经非常强烈了，再讲下去可能又要得罪人了。我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